长长人龙排了一圈又一圈，队伍中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原来月老进驻台北捷运双连站。台北捷运跟小海城隍庙合作推出月老票卡，选用象征姻缘红线的红色，正面印着百元好合，背面是月老像。透过月老加持，要大家搭红线结好缘。最早到的就是他，捷运一开站六点就到的江先生，求一个好姻缘。儿子四十几岁了，而且是在电脑公司，他们公司里面就一个小姐，找不到小姐，他又是宅男，我想说。今天这个好机会了。还有妈妈特地来替儿子求姻缘，但不止单身，有对象的也可以来求如何和另一半长长久久。签师会提供约会好地点，主要是因为今年年初北捷推过一次快闪，反应超好，这一回推出常态性，还有抢攻外国游客。像日本他们这个也很流行，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也配合国际化，把我们的这个很好的这个习俗民俗也可以发扬光大。而且过去只卖一次票的北捷，这回要大家双双对对。月老票卡是两次票，可以搭乘两次，票卡不回收，抢赚恋爱财。